搞错了，再来。闭口一错一百题，第72题。You can the bus to the park. 下面的词 take, by, on. 那么这出现的这几个词我们知道，首先 take 可以作为短语， take a bus 或者 take the bus 是乘公共汽车，它是一个动词短语。那么 by bus 是介词短语，乘公共汽车。还有一个 on the bus 是在公共汽车上，它也是一个介词短语。在这儿看，这三个词都可以用。那么我们注意一下句子里面，这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，就是看。看是情态动词，我们说情态动词后必须跟一个动词原形，单独情态动词不能做句子的成分。所以这两个是介词，我们就把它排除掉了。那么在 A 和 C 里面， C 加了 S 是单数第三人称，那么刚才说的它后面必须跟动词的原形，所以 C 也错了。那么正确答案是 A， 你选对了吗？